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歌？那为什么没有人鼓掌？我刚才向你说了，我说哎呀，大家不要这么多人在鼓掌，但是没有人鼓掌的心情真的是非常低落。这首歌《夏末长信》送给大家。别再用谎言说出再见。
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这么热的天来看我们演出。